我终于找到机会离开秦山院。你该不会是要去报仇吧？宇文熙，老天不收你，我来收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你为了让宇文卓假死，不惜牺牲林夕的性命。希儿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别再叫我希儿了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希儿。GTV 戏剧台，森田耀庄《楚乔传》。